作为全球第一大军事大国和军靠开支最高的国家，我想美国缺的从来都不是发动战争的能力，而是缔造和维护和平的能力。求和平谋发展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共识，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的呼声，多做有利于和平稳定的事情，不要把集团对抗、冲突、战乱引入亚太。